哈士奇是雪橇三傻中的二傻，也是世界上最神奇的二哈。他披着一身远古狼族的外衣，有着一副不肯认输的个性。他听得懂人话，也讲得了鬼话，上得了屋顶仙瓦，拆得了真皮沙发。看着我的眼神告诉我，养我你怕不怕？二哈到底纯不纯，主要还是看眼神。那双充满智慧的眼神能告诉我们，惹不惹事真无所谓，主要气氛必须到位，不拆家无法入室，不挨打无法入眠。这都是因为二哈的英文名源自一名剑豪的教诲。Husky，众所周知，狗是狗，边牧是边牧，但二哈却能在其中脱颖而出。他与边牧其实也就一截栏杆的距离，边牧跨栏杆是轻松中略带点优雅，而二哈则是凶狠中带了点忧伤，让原本就不富裕的智商更是雪上加霜。等消停后，他就这样安静地坐在我附近，露出了想刀人的表情。这也正是我不想养二哈的原因，不是因为他会发神经，而是在他的眼神中我看到了瞧不起。